的姊妹，大家平安。咱过几分钟久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伫礼拜开始进行，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愿今仔日奉你的名，伫你的面前聚集，恳求主教阮三合二地，保守看顾今早起阮的敬拜。求主予阮有安静佮渴慕的心，来静静听你的话语。主啊，愿恳求你赐福予阮每一人，透过领受你话语的供应得到鼓励。亲爱主，愿恳求你将圣经中间的真理赐予阮，予阮明白阮着行的路，也予阮的信心无跌到软弱。我也恳求主将圣神充满阮，予阮伫基督内底得到你丰盛的稳定，明白你的话，而且照安尼去行。主啊，阮也将感恩的心向你献上，一切交托伫主带领的手中。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忧绝。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请咱即时做伙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36首。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这位阿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米，阮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因为疫情的关系，阮有缘通过网络聚集做伙，同心来敬拜你。希望阮分散伫大个所在，阮要恳求圣神做工。因带阮做伙用合一的心来敬拜阿罗哩，互阮的敬拜由阮甲圣共同的教会成做一体。希望阮伫这个世间会拄着苦难，阮深信你会因带阮较赢这个苦难。即边COVID-19 的疫情，大大改变阮的生活的步调甲方式，也改变地球的生态，予阮重新思考地球环保的议题。伫这个生态要有机会挽回的契机，恳求上帝帮助阮，会晓用智慧来予大自然恢复健全。予阮搁较会晓珍惜时间，予阮知影安怎样安排生活的步调来充实生命的内涵，让阮有丰盛的活命，
愿阮人物伫安静的中间，领受上主你所赏赐的力量。阮明白，阮若精神安排阮的日子，主你就要照阮的需求赏赐予阮够额的力量。恳求主你帮助带领阮，伫你的内面享受生命真正的安息。协助建立在暗中中间亲密的关系。我深信凡事都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都是要让受敬调来尊叹上帝道理的人来得到利益。主要在这个特殊的世代，我们不是反省我们的过失和不足，求主用你的宝血洗清我，除去我们的罪，清洁我们，让我们做比水较白的一个清洁的人，赦免我们的过犯，也亲像我们也有赦免过犯我们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对台湾时的无限的稳定，感谢主你用你的圣手将台湾蓝调调，让我们正百姓也会晓用正确的态度和行动来回报上帝主你所特别的祝福在台湾。愿我们整个台湾会当紧紧来认捌主你，来接受新的活命。相信我们有合一的心，塑造我们有感谢的心，教示我们随时举起祈祷的双手，为着别人，为着别个国家来祝福，因为我们是蒙福的族类，我们也要真多正人的祝福。我们为着政治不安定的国度来祈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富汗、米亚马、缅甸，大观念的主，你让列国兴起却未无，你让列国空中却败坏。在人迷惑，总是在上帝凡事拢会。我恳求主你顺从你的圣手，保守众百姓无得到拄着恶淡等的事，紧紧离开战乱，早日迎至和平。主，你的道路较宽，阮的道路；你的意念较宽，阮的意念；你的时间甲阮的时间无共款，求主怜悯，予整个的世界早一日来脱离这个疫情，福德会当自由的行达，自会甲工作的正常生活。日主特别的眷顾下面，平安赢过隆重的挑战。主要话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亏。你让我们的灵魂静音，带我们走义的路，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安慰。在我们的对敌的面前，你为了我们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们的头，让我们的福分满满。希望我们的对敌亲像好狮要将我们吞吃，要顾你要照顾我们的台湾整个的国度，拢伫你的眷顾的下面。我要一世人倚靠你的恩惠甲慈爱，特别住伫耶和华的殿宇，直到永远。我继续要用主你所教示我的祈祷，三个来祈祷。我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我们的日子今天就让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亲像我们也有赦免过犯的人，无得带我们入去，也叫我们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官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是咱三个来教读课文，课文第十五篇，诗篇第六十五篇，在圣诗后面第二十三页，课文第十五篇。上帝啊，在锡安有人阿乐在听候你，也要对你下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见有黑气的拢要就近你，罪恶较赢我。轮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予伊亲近你，便离你的院内的。这号人有福气，我欲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予伊拢欢喜。你灌溉土地，予雨灌溉伊，予伊增肥。上帝河，伊的水满满。你安尼陪伴土地，就是替人陪伴五谷。你灌溉田园，满伊的沟，收编伊的灵。落好的雨水，予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祝福。你用你的稳定做泥当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滴滴。你伫旷野的草坡，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幔来盖。伊拢欢喜出声来吟诗，咱继续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246首，圣诗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咱做起立来吟诗。
谢谢。今早起，咱要邀请咱教会迦南诗班来献诗，因要献的歌是《你是公义的主宰》，你是公义的主宰。领受上帝话，今早起的圣经节记在旧约圣经以斯帖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以斯帖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因每一日来劝伊改变态度，总是伊拢唔听。后来，伊私底下甲因解释讲。我是猶太人，我未当向哈曼跪拜。就安尼，因就去甲哈曼讲，看因敢会容忍摩利盖的行为。哈曼知摩利盖唔肯向伊跪拜，就非常的受气。当伊佮知影摩利盖是猶太人，就决定。不只是要处罚摩利盖一个人，一定了计划要杀灭阿哈随罗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再来看《以斯帖》第四章第十
到十七节，以色列佫派伊大卫吼，无理解讲，无论男女，无论几岁，若无王的条件，直接进入去王宫见王的，一定会予处死，这是法律。全国顶下，无论是王的顾问，还是各省的人民，拢知影，无一个例外。如果王若无这个亡掉的人伸手伊的金钟，迄、那个人就会当得了免死。不过已经有一个月无王无条件我。无理解接到伊所听的消息，就托人给伊安尼警告：你无幻想，也做讲你伫王宫内底就比其他犹太人搁较安全。你搁安尼唔讲话，犹太人就会对保卫得到救。你甲你的家族搁要灭无？什么人知影无定着你受上帝安排做王后？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伊术帖托人转告无理解，你去调集苏三城所有犹太人，叫因为了我来禁食祈祷，三更三暝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照安尼来做，然后我就去见王，虽然这是违法的，我也是要去，但是我因为安尼无免得一死。我也情愿，就安尼无得解离开，照伊术帖要求伊的话去办。以上上帝话，愿主祝福伫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早起，咱有真好机会要邀请，总会客家属港的干事贾代顺牧师来分享信息。伊要讲的题目是“尽力伫美好的未婚”，尽力伫美好的未婚。咱请贾牧师。各位亲爱的大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代表着总会客家啊宣道委员会会当来到遮来向大家来请安啊，真欢喜会当啊看见着大家伫空中来相会。今日所欲来讲到的题目。是尽力伫美好的未婚。啊，咱知影咱台湾有真济啊真优秀的青年人，啊特别有一位叫做沈心林。啊，咱若是用啊台语、华语安尼讲是沈心林，咱来看迄个意思哈，审查家己的心灵。啊，接下来再看见着这个查埔囡仔，伊1989年来出世。啊，伊是婚姻观啊，一个真上向的家庭来出世，总是哈，伊、的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会当来贡献伫这个社会，所以真拍拼来读书。啊，伊摕到台大商研所的博士班，啊，也伫美国哈佛大学的商学院底下来啊读书。所以咱来看见着讲，这个沈心凌，伊底下底已经尽力。在做伊个家己本身个读册个功课时阵，同时伊嘛是伫啊公益个部分啊，伊嘛是真出力。伊十一岁就投身公益啊，伫啊17年、19年来安尼，伊就已经来支出着800多万个只个钱，伊也得到总统个创新奖，伫两边个总统教育个奖。十大杰出青年，所以咱看见就讲，伊伫遮内底得到真多真多的奖项啊！伫商业周刊以这个平台内底，伊也摕到敢那是台湾版的诺贝尔的和平奖。时代周刊也讲着讲，伊是天堂掉落凡间的天使。所以咱来看见着，伊是一个真无简单的查某囡仔。伊是安怎无简单呢？伊就是十一岁的时阵，伊就建立台湾农产品的网络的销售平台。啊，12岁也建立安安免费教学网站。我想有足多的囡仔嘛，伫遮内底得到真多的帮助，特别是伫金针卡的所在。13岁的时阵，也建立了草根台湾的脸谱。所以呢，看见着讲，伊伫遮内底
伊真伊个能力，伊对伫别人个欠缺个内底，伊看到家己个责任，伊也对伫边个内底来帮衬着遮个人。虽然伊毋是真富，啊，毋过伊爱台湾，疼惜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个所有，所以扩大伊本身个眼界，到伫全世界。一个人会当影响伫整个个台湾。当然，咱也对伫今仔日个圣经节，咱也会当来看见着啊，今仔日个主角，伯底盖，啊，伊是一个真特别个啊犹太人，是安怎特别个？当别人有当时因为外口面个压力，有当时会影响伫本身个一款个坚持个信仰。总是这个伯底盖，伊本身就毋是安尼，伊无用着哈曼宰相的恐吓，就是无爱来拜跪着哈曼宰相。这个哈曼宰相就是迄个波斯帝国，这个阿哈水罗王的一个宰相，伊得到阿哈水罗王真大诶看重，所以。国王也命令着所有的人，若见到哈曼宰相的时阵，就要向伊来跪拜。当这个压力临到伫伯底盖的时阵，伯底盖伊伫遐底伊坚持，伊讲我的脚头夫毋是向人来跪拜，我脚头夫只向着上帝来跪拜。所以伊的坚持也相时来引来着杀机灭族的杀机。在这里面做个赛季里面，临到他的时候，他相信也不知道要怎么来办，总是上帝神感动，他说这样我要来找我的女儿也刚好来得到皇帝的看重，真多是新的皇后艺术贴，所以他找他的女儿来到三天的时候，这个查某囝艺术帖接受到这个任务，伊足惊吓。亲爱的，当你若面对着这款的压力、这款的挑战的时阵，你会惊无？你要惊什么？咱来看艺术帖，伊所惊的是什么？我第一届就托人甲伊安尼警告，讲你唔通少想。就是说你在王宫里面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更安全，你在这样的时候你如果没说话，犹太人自然会对别位来得到救赎，你跟你的家族会得到灭亡。谁知道我这个你受安排做王后，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亲爱的，咱来看见到这个时阵，艺术帖伊要安怎来面对着伊的拥护，我第一届会对着伊的迄款的警告，对着伊一款的托付。所以艺术帖伊经过一段时间的安静思考祈祷的时阵。伊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讲，你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叫因为着我来禁食祈祷，三更三暝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照安尼做，然后我就去见王啦。虽然安尼是违法的，我犹原要去。若是我安尼做，虽然死。我也甘愿。亲爱的，咱来看见到这款，将伊的性命一直在交托的时阵，迄款的豪情壮志，讲死就死吧，死就死吧。等咱来看见一个真艰难、危险的任务的时阵，当主把真重要的任务来交托给你的时阵，你要安怎来看？那是咱家己来想，可能咱头一个会亲像安怎，要拒绝接受，
嫌麻烦，可能就哪边就酸去。啊，无就是安怎讲啊，无下胃口，我无兴趣。相信有足侪人，伊拢是只有对着伊家己所兴趣的代志，伊就是安怎，伫遮来啊，甲我讲啊，这无下我的胃口啦，安尼我无兴趣，安就离开啊。啊，佫有呢，啊，佫有一款，就是伫遮内底惊死、惊鬼、惊担当。咱七月份，遮拄啊经过，我想，咱看见着社会有真侪人，嘛是真惊死，嘛是真惊鬼。哦，惊死、惊鬼、惊担当，定定是咱人一个款的挑战。啊，佫有一款，就是亲像咱，就亲像迄个艺术贴同款，啊、哦，认同，伊认同伊家己本身。是犹太民族，伊认同伊家己本身嘛是要受遭灭的一个对象，所以伊就威信落去讲死就死吧。啊，第二项艺术家所做的就是讲啦，主观的一个交托，这个主观的交托真重要。亲爱的，这你有将你整个的生命、你整个的生活，拢主观交托伫上帝面前无？啊，是只有礼拜六、礼拜的时阵。才有将这个主权交托给上帝，讲主啊，我从今仔日我所有一切拢交托给你。总是一个离开礼拜堂的时阵，哎，就变款啊，无同款啊，你变作是世俗化，变作是和外口面人啊，无各样，拢同款。所以主权交托真重要，这个主权交托会当看见到，艺术家伊用敬虔祈祷。来表现这款对着上帝的一个委托。第三项就是专业，就这样做啊，专业就安尼做吧。我想，当咱若将咱整个的生命，当咱整个的财产，当咱整个的前途拢交托上帝的时阵，有人看咱真憨，总是咱家己拢知影，安尼唔只是叫做智慧的选择。智慧的选择，亲爱的，咱在咱生命中，咱时常会去面对着真多的挑战，就亲像我本身嘛是安尼，我本来啊、是牧会伫台中中会的南投区的中兴新村的中兴教会。啊，底下底，因为咱总会总干事新任的总干事啊，对伫我的一款的啊看重啊，我会当来正做是啊客选的干事的时阵，当然伫这过程中，我嘛真丢毒，因为我生活的迄个环境，中兴新村是一个啊环境真好的一个所在啊，底下底。啊，当然，所有会的对象真大部分拢是啊公务人员，总是底下底整个的生活拢真平顺的时阵，当你接受到这款的啊征召的时阵，啊，我的好朋友就甲我提醒讲，哎、欸，大顺啊，大顺牧师啊，你唔是欠客家的一份情吗？所以当我来接受到这款。啊！诶，挑战的时阵，我就啊，点点，我就在思考，讲上帝，真正是你呼召我要来做客选干事的这款工作吗？若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时阵，我就必须要要将南投啊、中兴新村啊，就整个教会的事务拢放下。也伫遮里底，我就必须要前往到伫台北，伫总会啊，伫遮来服侍。主啊，那是你的感动，予我会当来看见。当我伫遮里底在做祈祷、做思考的时阵，上帝的意念就哪来哪显明，予我来看见着啊，应该是
我爱来台北，直接来服侍的时阵。所以在这个间隔的过程中，有惊吓，有紧张，因为台北不是我真熟悉的所在。所以在这，我也是通过的祈祷，就亲像当当时我要读神学院的时阵，嗯，主来祈祷同款，讲主啊，我将我的主权交托给你，我将我的前途交托给你，是你来带领着我行这条道路。啊，以前我要读神学院之前，啊，我是一个啊食品加工毕业的一个人，啊，伫社会在工作已经有六年，啊，总是伫这过程中，啊，也看见着讲，哎，那是我一直在从事着这款诶社会工作的时阵，啊，可能感觉生活中较无意义，迄款的感动边啊嘛足侪人在甲我讲，应该考神学院啊。所以我就喊主，就下一个愿讲，主啊，安尼我幸福伫你对伫我的护照。我伫遮内底，我就去考神学院。啊，毋过，吼，含上帝讲条件，啊，毋过，我只有考一遍那条，那考无掉，安尼我就要去继续来工作，要继续往着啊，我所设定的另外一个目标来迈进。我想上帝感动。并不是青菜，上帝暗动嘛有底下底有伊安排，所以当神学院诶老师在甲我问的时阵，讲大顺同学，当你来考神学院的时阵，你有相信这是上帝对你呼召？敢有？我就回应讲有，因为自我青年的时阵，当我伫客家诶这个诶营地。啊，客家来埔教会的时阵，我就伫遐真服侍。啊，伫遐底嘛有心中，然后恩主来讲，以后我大汉了后，是要互主你来使用。总是心中犹原嘛，即款社会一直想要啊，赚大钱的迄款的思考。总是伫少年时阵，就还未赚大钱，就要接受上帝呼召。我想上帝较慢的，较慢的。啊，总是上帝呼召。时常是出人意外，在我上界无钱的时阵，上帝就把我呼召。我就讲上帝，我可能是哪样？那安尼我的生活，我的学费，你爱来安怎负责哦？所以当教授第二个问题甲我问的是讲，大顺同学，那是你第二遍考无，不是？那是这遍你考无掉的时阵，明年你敢会来考？我就含伊讲，未啦，教授我未来考啊，我含上帝讲，我只有考一遍那点。我叫做讲，我应该是无录取。总是当我回去的时阵，发现着，哎，无偌久我就接收到一个通知，就讲我已经录取，要来读台南神学院。我真感谢上帝对着我的安排。当我伫读神学院的时阵，当我伫真焦虑讲我钱财要对倒位来，真侪是我的帮衬的时阵，上帝拢呼召人来，真侪是我的帮衬。特别伫客家选择委员会底下的啊。对着我的帮衬，迄当阵知影我是客人，我会当申请客家的奖学金的时阵，安尼我的学费间隔就伫遮内底来补足。啊，伫学校内底，啊，佮有啊实习，教会实习，会当真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帮衬。所以伫读神学院的时阵，上帝我看见着讲，我无欠亏，上帝一切拢必办，耶和华以乐。所以。亲爱的，当上帝在呼召我要来成做客家干事的时阵，我嘛一直心中有一个反省，讲当年啊，当年我所欠福音的债务，所欠客家的一款的感动，就安尼走出来。所以我嘛决定啊，就来成做是客家的干事，因为真欢喜会当伫遮内底。来乡邻教会，所有的啊兄弟姊妹来请安。我想主所交托的，就是为着正正为着这个时间啊，就亲像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讲的，在时机成熟的时阵，就照着信息的宣扬显明出来。我受了托，奉上帝咱救主的命令来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我想咱人的人生。
咱拢有真多真多，咱爱去啊面对挑战的时阵。伊有所书第五章第十节讲，爱来分别，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代志？咱常常爱做主所欢喜的代志。伫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讲着讲，我按着目标来跑走，是为了要得到主的奖赏。这个救赎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呼召我去领受的。所以，亲爱的这，当咱的生命中，那是面对着一挂挑战的时阵，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啊岔路的时阵，你要安怎来做嘛？意思着面对着伊人生的上岔路的时阵，伊拜托所有犹太人。为着伊来进食祈祷，伊讲连我甲我的思路，我家己本身嘛是要安尼做，三工三暝拢无要食。伊要来做这款的决定的时阵，就是要我可主的困难。就亲像艺术帖所讲的，我那是面对着死亡的挑战的时阵，那要死就死吧。也亲像耶稣同款，当伊要来到伫世间，伊要宣扬福音的时阵，伊敢会唔知影？伊最后要来钉十字架吗？总是伊伫遐在游玩，面对着伊头前的任务，伊要将伊整个的任务弄啊，该交托完全，要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亲爱的，在咱的生命中，咱对伫咱的信仰，咱有一款的把握。咱就要有一款视死如归的精神，咱爱个来挖苦你主，唔是单单来看社会上咱所挖苦物件，比如讲钱财，比如讲健康，咱现就是面对着疫情一部分的时阵，咱嘛是爱来思考，当咱人若吸到这款的 COVID-19 的时阵，咱真正你较好呀，嘛赶快来死啊，唔是吗？所以咱伫遮内底，咱说爱挖苦到底是啥物呢？咱对伫咱的未来，咱敢有把握呢？所以咱既然真做是上帝所呼召、上帝所欢喜的人的时阵，那呢，咱就要将上帝所交托予咱的职务，就做伙来担起来吧。上帝在欢喜你，咱当心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感谢。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来看见到主你对着我们的呼召，我们来看见到主你对着我们的疼惜，你在我们的四周围安排着天使，真做是我们的保护。主，感谢你，让我们的人生虽然有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走到很通顺，总是当我们的每站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到主你很美好的一个安排，让我们能欣赏到主你会对着我们人生中的一款的祝福。主，感谢你，让我们领受到对着我们的微分可以来尽力，让我们可以来尽我们抛走的生命来献上给主你来欣赏。主，感谢你，愿主你祝福带领，这样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们。谢谢，我们这是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31首，圣诗第331首，我做基督兵丁。
请坐。这是咱要做的三个来奉献。祈祷，咱做伙来祈祷。非常地，我感谢你。我虽望拄着严重的疫情，我虽望有侪侪人心内真艰苦，甚至有人伫这个期间有各种的病痛。我犹原要感谢你，因为你有顾恤我，伫各种的方面拢得到你的带领佮保守。主，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将我所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接纳。我安尼奉献，拢是要为着主你所爱我做的圣工。我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本会的消息。第一项就是伫个疫情的中间，咱的儿少牧区赶快用线上教学，所以咱的父母会当伫厝陪你的细囝来学习这个主日学的课程。青少年组的教牧区的功课来聚会。其他的牧区或是小组或是团体，拢爱伫三工前提出预约，登记名单，咱有真严格管制。伫这个聚会中间，拢袂当啉食，嘴暗爱挂咧，咱来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必要的是咱的翕相来将资料留落来。西班照疫情的发展，咱会有不无同款的安排，所以请咱留意教会的功课。关于咱礼拜伫个线顶，免咱来办理，请咱
注意来关心，因为咱已经山顶的礼拜已经一段时间。第二大点要报告的是小会的公告。八月初，咱的小会有通过竞选，要封立洪秀清传道师，正做牧师，聘任做咱本会的关怀牧师。有要办理受职感恩礼拜，定在10月17日下晡3点。迄个下晡，廖慧如牧师嘛要就任本会关怀牧师，做一摆来进行。请咱关心大道。9月初5，社会有通过将青少年敬拜团正式改名做 Together 敬拜团。第三点，本礼拜特别的时间，今早起是总会所定客家宣教奉献主日，咱感谢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干事贾大顺牧师。首先有录制的讲道影片，伫本会礼拜中间来播放。请安，甲时间的报告。愿上帝祝福客家的宣教事工，请兄弟继续为了客宣来代祷奉献。第四项，集体关怀，恭喜咱本会会友陈美素姐妹的囡仔朱佑伦、刘佑佳夫妇伫9月初7生一个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恭喜陈文树先生甲本会会友林怡静小姐，定伫9月18日，本礼拜六上午10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所以有设立造就班的报告，咱对10月初10开始，总共有6节课，礼拜日的早起9点到10点。讲师是刘怡静牧师，伫9楼的会议室，请咱要参加12月份洗礼兄弟，紧紧来向咱的干事郭怡心来提报名单，伫第一遍上课时交一张相片，爱专程参加所有的课程，课程的进行有可能实地。也有可能在山顶来开课，看疫情来决定，所以请咱要受洗的兄弟来留意官网的公告。我这是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并且做牧养代祷。今日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时阵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因为咱台湾的疫情还未完全稳定，所以咱犹原维持线顶的礼拜，请大家继续为着咱台湾来祈祷。等到疫情比较较稳定了后，教会会公告开始实体礼拜的时间，请大家静心听候，也伫厝内底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这是牧师的报告。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阮来到你的面前祈祷，求你垂听阮求救的声音。主啊，阮特别为着台湾的疫情来向你祈求。这个时阵还未完全平息，特别是双北的情况也还未完全得到控制。阮恳求主，你伫这个过程中间掌管。也让所有的百姓可以遵守政府的指示，保护自己，保护别人，让各方面都充满平安。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我们的集体中间心内忧闷的人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主，你的话语对我们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在祈祷中间将我们的需要跟你说，用感谢的心祈求，因为你想使阮超越人会当理解的平安，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阮的心怀意念。所以阮恳求你，
甲内心忧闷的兄弟姊妹同在，享受更较侪的信心甲耐心，常常伫祈祷中间放下阮的忧愁，伫你的内面享受真实的平安。主啊，阮也为着身体软弱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求，求你怜悯阮的软弱，而且彰显你医治的恩典，也求你坚固阮的信心，让阮伫软弱中间随时仰望你。主，你应允敬畏主的人大有瓦壳，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恳求你成做阮患难时的瓦壳，软弱时的避难所，也求你赏赐真实的平安予阮。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位起立来吟每遍的诗，圣诗第510首，俄勒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三个来领受着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差遣。